成父女，决定来理念观摇，传承龙狮文化甲技艺，让大家看到龙狮运动的文化。2017年呢，伊嘛得到第六届世界龙狮锦标赛的龙狮总爱比赛第一名，啊，搁有咱2018年马来西亚稳定世界赛哦，新跨站决赛得到第二名，阿君非常的厉害哦，国国哦。2019年新北市泰山狮王文化节得到正好的名次，哇，这嘛是咱台湾规定体育会哦，小弟来为大家带来赛表演哦。所以讲，伫咧准备的时阵，是行动团和大家共同快乐一下啊！哎，局长好不好？来 give me five 啦！哎呀，咱的电音三太子台湾上赞的代表哦！哇，咱这讲神童神童，咱心改心动吼，对不对？哇，加赞加赞！各位吼，真正因行到对到哪超级巨星感官去甲对，对不对？来到了吉林华县玉山，我们传统的行动啊！是，这嘛是咱本地体育会这边抓来这个小惊喜啊！哇，太棒了，太赞了！来，各位，刚刚第一三太子挥挥手哈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咱们该打招呼嘿！哦，这波注意哈！我们三太子进场了。哎呦，三太子进场就是无同款，对不对？这个舞步吼，轻松。这是咱传统的行动啊！哈。对对对对。这个电影无啥同。来，电影三太子，再恭喜咱台湾传统文化发扬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来到今天的中立中正公园啊，就是咱规日体育会电音三太子，跟大家来互动，增加咱大家对咱本土文化、跟咱的传承艺术文化真重要的一个表演当中，一个其中的环节。三太子提的武器都无同款的吼，当然你有三相腿吼，有进驻的相腿，你的车加一个乾坤环。哎呦！来，谢谢电音。我们以三拜礼来，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。是，我们下一个的演出马上要开始了。是，哎呦，怕空啊，来者。谢谢。好，请出场，谢谢。来，谢谢电音三太子哈，感谢电音三太子，带来大家非常赞的惊喜哦，非常赞。